靳先生是河北省大城县一家商铜站的负责人，做了多年的生意，靳先生走南闯北，经历了不少风雨。可是提起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靳先生至今觉得有些后怕。2016年8月12日是商铜站给工人发工资的日子，工人们一直习惯到日子领现金。像往常一样，靳先生和公司出纳一起到位于大城县北魏乡郑家村的一家农村信用社营业厅取钱。当时中午那个信用社的人挺少，说咱们俩我在那个桌子上等着那个出纳，那出纳过去都取钱去。因为要取的现金比较多，为了保证安全，靳先生一直陪在出纳身边，不敢大意。突然他发现走进信用社营业厅的两个人有些异样。我一开始我叫他是在自动取款机那边过来的，我是叫人家是取钱去。一路上来镜头你过来看。对，我说怎么取钱穿戒呀？正值8月份，天气炎热，来的两个人穿着却与众不同。我那么一回头，正好看见俩人戴着那个头套，穿着那个戴着口罩，穿着大风衣，还背着那么大口袋子。来者不善，靳先生瞬间得出判断，这两个人肯定不是正常办业务的人。他立即上前制止出纳取钱。我说跟那出纳，我说你先别取了，别取了，咱走吧。果不其然，靳先生话音刚落，险情随即发生了。进来就是一个拿枪顶着我这后边的脖子吧，哪个拿着锤子，我都听见砸那个信用社那个玻璃。用靳先生的话说，眼前的一幕真的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抢劫案真真切切的发生了，并且自己还成了主角。黑洞洞的枪口顶在头上，靳先生心惊肉跳，非常紧张，因为他制止了出纳取钱，不知道两个蒙面人会不会因此迁怒于他。现场的情况万分危急，枪口下的靳先生命悬一线。就在这时，信用社营业厅里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惊心动魄，信用社发生持枪抢劫大案。银行都敢抢，还不敢抢别的吗？枪支伪装逃跑路线，嫌疑人抢劫早有预谋。有一个嫌疑人呢，骑着摩托车在接应他们。警方重兵追踪围捕，嫌疑人竟然跳出包围圈。枪口下的警报，一线正在播出。河北省大城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郑家村信用社营业厅发生持枪抢劫案，派出所、特警、刑警等大批警力接到指令后，立即赶赴现场。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是持枪抢劫金融机构，也就是咱俗称的抢银行案件。这个也没有人会想到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乡镇里边会抢信用社，对吧？这么明目张胆。在信用社营业厅里，靳先生和公司出纳像坐了一趟过山车，经历了一场让他们心惊肉跳的持枪抢劫案。然后给我扫了一眼，反正枪挺长，我也不知道是嘛枪。靳先生和出纳被犯罪嫌疑人用枪逼着蹲在柜台前，随后他们听到了敲击柜台玻璃的声音。那边拿着枪，拿着刀一逼，我都吓得赶紧在地下那报警器去了。信用社工作人员按下按钮，营业厅里一时警报大作，现场情形更加危险。他问题是也没露出脸，他戴的口罩挺大，公安他戴着那牙签帽挺低，啥也不像脸。犯罪嫌疑人挥舞着榔头。柜台的防爆玻璃仅仅被砸开一个小洞，上面明显有砸击的
迹象，但是没有整个碎，然后地上有这个掉的这个龟裂渣子吧。眼看抢劫无望，持枪的犯罪嫌疑人拔腿就跑，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也紧跟着仓皇逃窜。这个案发过程其实很短，也就按监控说也就二三十秒。我觉着脖子上没有东西了，我都起来了，起来我再看已经到了院子里了，跑这个就跑了。最近的派出所离案发地点约10公里，民警赶到现场时，犯罪嫌疑人已经逃离了现场，不知去向。因为嫌疑人持有枪支，社会危害性极大，大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预案，封锁案发地周围主要道路，抓捕犯罪嫌疑人。然后我们就怕是，如果是有一支真的枪，然后流入到社会上，给社会造成多大危险。银行都敢抢，还不敢抢别的吗？是吧？从目击者靳先生、公司出纳以及信用社工作人员的描述中，警方得知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大致特征。看着应该是20左右的年轻人，口音因为口音说不好，这个体型都是比较偏瘦，一样的帽子，戴着口罩，戴着手套，穿着一样的衣服，一看就是一个有预谋的一个犯罪了。在信用社自动取款机旁边，办案民警发现2只口袋，这是犯罪嫌疑人放置枪支使用的。我当时就是寻找证据，因为中心现场就是这么多了，然后就是分成两组，一个是看他来的方向，二一个是他跑的方向，两组同时进行追踪，同时进行调查。案发地位于集镇街道上，犯罪嫌疑人作案前肯定不会带着枪支招摇过市。侦查员在信用社不远的一个路口发现了他们的踪迹。这辆摩托车上的口袋和案发现场发现的口袋非常吻合，里面应该是那支长枪，但是摩托车上却有3个人，难道除了出现在营业厅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外，他们还有一个同伙？信用社西侧是一个小胡同，一家店铺的监控探头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逃走时的身影。因为他们的戴着帽子还是穿着那个衣服，特征比较明显，但是发现他们手里面没有在拿着这个，咱在这个营业厅里面显示那支长枪。胡同紧挨着营业厅，犯罪嫌疑人到这个位置手上已经没了枪，那么枪去哪里了呢？侦查员就地展开搜索，技术组进行针对性的调查查找，然后在信用社当时院内的那个一个草丛内找到了这支枪。找到了枪，办案民警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是一把仿真塑料猎枪，外形逼真，装填的也是仿真度极高的塑料猎枪子弹。枪找到了，但是这个案件你就必须要侦破，要尽快消除这个社会隐患吧，尽快将他们抓获归案。郑家村原是乡政府所在地，一条公路穿村而过，形成一个热闹的集镇。上世纪90年代，大城县进行乡镇合并，郑家村成了一个普通的行政村，人车渐少，集镇也渐渐冷清。犯罪嫌疑人将近中午12点进入信用社营业厅作案，正是人们吃午饭的时间。到信用社办理业务的人很少，从他们选择的作案地点和时间来看，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附近的人，熟知信用社状况。嫌疑人肯定是知道这个郑家村信用社，他要不知道的话，他不会选择这个地方，是吧？从来的那个角度我们分析，更有可能是我们本地人，最起码有我们本地人参与这个案件当中。大城警方抽调30多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对案件展开全面侦查。侦查员通过调取监控查找犯罪嫌疑人的去向。在附近有一个嫌疑人呢，骑着摩托车，在接应他们。3名犯罪嫌疑人在信用社一侧汇合之后，穿过胡同，沿着一条小路向附近村庄逃跑。
基隆道，外地人那你不可能认得路。在调查走访中，侦查员得知一名妇女在路上捡到了一顶红色的帽子。我们找到了这个妇女，并且技术部门也在这个妇女的小筐里面提取了这顶帽子，发现这个帽子就是跟在那个中心现场也就音乐厅里面嫌疑人戴那个帽子相符。犯罪嫌疑人为了不引起路人注意，他们脱掉外套，摘下了口罩和帽子，他们显然对地形非常熟悉，尽量避开监控设施。侦查员沿路搜索寻找嫌疑人的踪迹。我们看到了这个三个嫌疑人褪掉了伪装，这么一个画面，这个画面看着还是比较清晰，至少说可以有这个辨认的这个条件。侦查员一直追踪到河北省河间市，再也找不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找不见了，我们把那河间失去踪迹的地方那几个村庄我们都进行了查找，监控都逐一进行查找，查找了将近两天也找不到视频。等于是他们来的这个方向我们追出去了大概10公里，跑的方向追出去了大概15公里吧，然后嫌疑人就失去了踪迹。到了临近大城县的河北省河间市满中梁村，三名犯罪嫌疑人消失了。警方分析，嫌疑人在这里消失有两种可能：一种，嫌疑人就是河间市人，消失的地方是他们的目的地；另一种可能是，嫌疑人已经跳出了警方的包围圈，以一种隐蔽的方式逃往了其他地方。不论是哪种可能，对大城警方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尽快地找到犯罪嫌疑人，没有那么容易。网上邀约，素不相识的嫌疑人密谋作案。离家出走、形迹可疑的年轻人最先落网。枪口下的警报，一线正在播出。大城县与任丘、河间、青县三个县市接壤，专案组根据犯罪嫌疑人逃跑的轨迹判断，三名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任丘市或者河间市人。围绕犯罪嫌疑人消失的地点，侦查员进行了大范围排查工作。也是在这个区域内，咱们组织协查，这个发布这个信息，让这个群众提供线索。所以我们也是派出两个组，进行到了任丘市、河间市那边周边的村，进行了针对性调查，但是后来也是都没有没有消息。仿真枪支、包装枪支的口袋、红色棒球帽，专案组围绕获取的物证展开调查，结果也一无所获，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那后来这三人找不着案子，但是16年的案子一直也没方向。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虽然说工作，但是实际上没有，当时来说没有收到一个好的结果吧。所以一直交着是一个未了结的这么一个事儿吧，交着是一个憾事。2018年6月，大城县公安局对重大案件进行重新梳理，攻克这起持枪抢劫案再次被提上重要日程。大城警方再次组成专案组，对此案全力攻坚。摩托车这个交通工具不可能太远，另外摩托车也没有牌照，如果他没有牌照的话，长途跋涉的骑摩托车恐怕会让交警的同事要拦截上，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当地人。多项证据表明，在这起案件中虽然不排除有外地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其中肯定有熟悉当地情况的本地人。想法能不能找到这个内鬼，找到这个本地人。
案件重启调查后，侦查员以案发地为中心，向外围地区展开广泛排查。当民警在北魏乡郑村调查走访时，获得了一条可疑线索。2016年8月，村民王某涛在抢劫案发生后消失了，突然之间离家出走，杳无音信。关键他什么原因走，没有人知道。但是他父母都很着急，不知道去哪儿了，没有合适的理由说离开家去干什么，没有一个说法，对，也没有人能说明他去哪里打工，打什么工，做什么。因为他在家里面打工也很合适。王某涛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他有一手电焊的手艺，一直在离家不远的企业打工，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他在哪上班我不知道，反正只是在东北那边焊活。也不天，有的时候他在家里歇着，没活在家里就歇着。王某涛从来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他为什么突然离家出走了呢？一直到了2016年12月，他才回到了这个河北老家。王某涛回到老家后，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并一改以往散漫的状态，工作踏实肯干。不耐说不耐叫的小孩，每年招工人，他都是过了春节他都来了，成踏实了干。王某涛的行为反常，他身上的疑点很多。侦查员把王某涛的照片和持枪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仔细比对，结果令人振奋。跟那个现场的这个录像一对比，感觉是比较像，相似度很高。放大了一看，这个坐在摩托车后面的这个男子看着极像这个王某涛。2018年7月11日，专案组决定立即传唤王某涛，案件终于告破。经过审讯，王某涛正是这起持枪抢劫案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一开始也没想抢银行，那天早晨就想量着不知道怎么是抢银行了。王某涛的家距离案发现场郑家村约3公里，抢劫这家位置偏僻的信用社正是王某涛选定的目标。家信用社，那家不念俺街上别处也不熟悉，也不知道呀。就挨着俺们村旁边了，因为镇村附近没有派出所什么的，然后路况都比较熟悉，大大小哪都认的，怎么走都走得出去。他从小都生活在这片区域，对案发现场确实比较熟悉。王某涛性格内向，不太和人交往，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他的伯父曾经给他介绍过一个对象，一见面就告吹了。想给他介绍个对象，我去了，你也一看那个屋呗，哪位没法说，老一看这个家庭这个条件啥，这环境倒是不行。你说明白着，也稍微这脑子明白一点的，还干这种啥事儿去？缺钱，可能想着搞个对象。我思想就是有，虽然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王某涛本人和他的父母都在打工，虽然家庭一时经济拮据，但是一家人齐心协力，日子应该很快能好起来。无奈王某涛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性，他不想出这份力。爷爷5-6千块钱，那也不少，也不错了。太累了。他呢是一个比较爱慕虚荣，花钱比较大手大脚的人吧，相对来说就是说他这个有这个作案的这种动机跟可能性。王某涛一心想走一条挣钱的捷径，他设想过很多种方案。是想我玩命学到挣钱法。怎么想的？想通过怎么挣钱呢？就是说通过借道了或者偷了，想过。最终，王某涛认为拦路抢劫和盗窃都挣不了大钱，抢劫银行才能一夜暴富。于是
位于郑家村的信用社营业厅纳入了他的视线。按照他的想法，纠集几个同伙砸开柜台玻璃，直接抢钱。砸开以后拿枪指他们，叫他们把柜台的钱就装他们给他们呗，给他们拿钱就走人。单丝不成线，抢劫信用社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王某涛需要帮手，于是他化名喜子，在网上找到了两名同伙。网上约来的，真实姓名不知道，只是这一个叫阿龙，一个叫阿周，只是一个代号。正如警方预判，三名犯罪嫌疑人当中，只有王某涛是本地人，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是他的网友，都是外地人。只知道这两个人是四川人，一下子怎么找这两个人，一下子又没了头绪。犯罪嫌疑人王某涛落网了，拔出萝卜带出泥，警方觉得一鼓作气能够抓到另外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没想到王某涛和其他的两名同伙素不相识，他们是通过网上邀约走到一起作案的，彼此之间都不透露真实的姓名。王某涛只知道他们两个人，一个叫阿周，一个叫阿龙。阿周和阿龙到底是什么人呢？警方如何才能够找到他们？寻踪觅迹，侦查员紧追不舍，千里追捕，锁定目标，嫌疑人走投无路，投案自首。枪口下的警报，一线正在播出。据王某涛说，因为砸不开信用社的窗户，他们抢劫没有成功。凭着王某涛对当地地形熟悉，三个人骑着摩托车逃出了大城县。三个人骑摩托车，就一路向南跑，专门挑这个村里面土路嘛，在跑。就是往南走，南走去他们去他们老家，然后阿周说他爹妈不是在宁波了，然后去宁波。跳出了警方的包围圈，他们来到了山东德州，天渐渐黑了下来，王某涛的摩托车也爆了胎。就是爆胎了，后胎爆了，回来时候摩托不要了。然后到那边，等下小巡法推出了摩托的，推的是逃的呗。情况未定嘛，还是也是比较狼狈，身上也没钱，住的小旅馆。第二天，他们在骑着摩托呢，继续向南逃。三个人骑着偷来的摩托车一路南下，途经山东、江苏，最终到了浙江省宁波市。阿周表示他到家了。三个人在那个宁波待了几天，然后这个阿周说，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我回家，我不跟你们在一起了。阿周邀请王某涛和阿龙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王某涛和阿龙告别了阿周，一起去了阿龙的老家四川省西昌市。就这些约来之后，昨晚就一拍两散，就都各奔东西了，谁也不会问谁的这个真实姓名去。在阿龙的老家西昌市，王某涛和阿龙一起打工躲避风头。几个月后，王某涛觉得风平浪静了，才潜回老家大城县。现在咱们待在宾馆里大房，你看看哥们弟兄好几个人能住一块儿。根据王某涛的交代，侦查员赶到四川省西昌市，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查到了一个重要的嫌疑人。住店的时候，在重复出现了一个四川人，叫唐龙某。有一个唐龙某的一个男子，四川籍男子，这个名称当中，带有个龙，咱们分析，可能这就是。两名嫌疑人中自称小龙的那名嫌疑人。通过王某涛辨认，这名叫唐龙某的年轻人正是阿龙，也是这起持枪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2018年8月4日，侦查员在云南省孟连县抓获了准备前往缅甸的唐荣某。他们去缅甸上班，说挺能挣钱的，叫我过去，还没过去就被逮了。唐荣某常年在外打工，2016年抢劫作案时刚刚17岁。他就在我们当地就说过，在那个地方读书，读书就和到他一起同学就过去，就后面就不听话了，然后就没有读书了。他因为也怪我们自己没和他，就是你刚刚所说的那种，没和他交流，然后也不知道他做的是啥子事，因为在外面。学过厨师，然后也开过矿车。学过装载机，然后学过汽车美容，做过电工，差不多就是这些。阿龙之前从未去过河北省大城县，正是网友阿周发来的一条信息吸引了他，让他和大城县有了交集。对，阿周跟我说，他就说这个他们那个王喜涛他们村啊，有一个银行倍儿偏僻，就说去抢劫。两个姐姐对他很疼爱，但是这个阿龙呢，看着呢，这个阿龙这个人很机灵，但是一看就是不安于现状的那种孩子，一直是想挣大钱的那种孩子。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着了魔似的。当时跟女朋友分手了，心情不是忒好吧？可能。警方确认。这起持枪抢劫案只有3名犯罪嫌疑人，随着王某涛、唐荣某的落网，只剩下这个阿周了。但是唐荣某也不知道阿周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的背后刺有龙形图案的纹身。他跟这个阿周也只是网友，包括他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三个人跑到宁波以后，曾经去过这个阿周家一趟，然后只是知道在宁波机场附近。宁波机场附近有不少城中村，王某涛、唐龙某记不清阿周家的地址，在宁波警方的配合下，侦查员划定了一个范围，展开了走访调查。一个叫张某的年轻人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发现这个人呢，他姓张，他母亲呢恰好姓周。从张某的相貌、年龄来看，完全符合持枪抢劫案中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然后我们了解，像这个张某，后背有一个龙形的纹身，并且这个人，个子也不是很高，1米7左右个子。侦查员了解到，张某本人不在家中，应该在附近工厂打工。具体在哪家工厂不得而知，办案民警通知张某的父母来到了派出所。我说：“你们家儿子是叫张某吗？”他父母说：“是，是。”我说：“你家几个儿子？”他就一个。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的父母隐隐感到不安，他们不知道儿子究竟出了什么事。当侦查员打开电脑时，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张某。打开以后，他父亲一眼就说：“这就是他，就是他们家儿子。你家小子就是涉嫌抢劫了。”张某的母亲就问：“说怎么回事？”他父亲说：“别问了，就咱儿子。”得知儿子竟然做下了骇人听闻的持枪抢劫金融机构的大案，张某的父母非常痛心。侦查员借机要求他们配合警方，尽快让张某投案自首。确实能够看得出来，他父母非常的这个疼爱他这个儿子，躲避不是办法，是吧？你逃到什么时候，公安机关肯定还会抓你，是吧？你只有投案自首，你才是你从宽的唯一出路。2018年9月25日，张某在父母和未婚妻的陪同下来到大城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张某就是阿周，他的背后刺有龙形图案。刚好那个时候对象怀孕了，快生了，我就说我们去那个超市吧，超市顺便我说给我小女朋友买个戒指，然后就在那个超市说了之后，我就说我把戒指买了之后，给她把婚纱照完了之后，我说我来河北自首。2016年，张某在网上结识了河北大城的王某涛，
面对王某涛提出抢银行的发财捷径，他动心了，随后邀约了唐龙某一起来到了大城县。三个人一番商议之后，他们购买了锤子、外套、口罩、帽子等作案工具。为了壮胆，王某涛还拿出了一把玩具枪，吓唬人呢。人看枪不像话，人家光拿锤子进去，张姐一脚踹倒了，不是男的男的吗？那个枪哪来的？枪是我的。哪来的？那是很小的时候有的，那是个玩具枪。其实当时我们心里有打退堂鼓的，但是当时内心嘛，反正有那种发自感觉，就是做不了的，不可能成功的嘛，所以我就提出来，反正我不进去。当时阿周说他不进去啊，叫我们俩进去，然后我就怕了。最后三个人商定，张某负责望风接应，王某涛和唐龙某进入营业厅实施抢劫。你哪俩都犹豫了，一看人就害怕了，一看里头有人，哪俩在 ATM 你几元钱推三半天，你先洗吧，要他推三，我推三他先洗吧，反正就是怕，因为当时我知道这事儿不靠谱。最终两个人还是决定下手抢劫，没有想到营业厅的柜台玻璃根本砸不开。他拿着枪在后头的，在那站着的，然后砸了几下，听见警报响，警报响了，然后我就跑了，我一跑，王小涛也跟着跑了。抢劫落空了，三个人侥幸逃脱了警方的围捕。回到宁波之后，张某找了份工作，他勤勤恳恳干活，一度让他的父母感到十分欣慰。2018年，他和未婚妻商定国庆节举行婚礼，如今这场婚礼化作了泡影。他妈现在是病了，他老婆都走了，天天哭啊，搬得不上啊，是我们没教育好吧？这惩罚不是目的啊，教育人、挽救人才是我们的最初目的。当时针对性的，我也对这个张某进行了教育。你看你，因为你一时的冲动是吧？因为你的犯罪，你看你父母现在多痛苦。在我反正在宁波，我妈哭了3次，我知道的，是我自己知道的，当时心里特难过。张某也表示，就是将来如实交代，痛改前非，往后出来以后再孝顺他父母。但是当时我知道，但是我想过这个事情本来是特别不靠谱的一件事儿，但是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反正稀里糊涂的就犯了错。我的母亲因为这件事已经好几岁眼睛都要哭瞎了，然后我父亲呢，今天都是好像精神恍惚那种。也挺后悔的，当时一冲动着都抢。王某涛的父母用自己的积蓄盖起了这栋房子，原打算给儿子娶媳妇用，儿子的所作所为却让他们伤透了心。我一开始我说是打算给平房的，他们两边是老不退好，这个男孩子说这是上来的盖上的。我国法律规定，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取得财物，也不论被抢财物价值的大小，只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当场采取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手段，就构成抢劫罪。抢劫金融机构也是从重处罚的情节。本案中，王某涛等3名犯罪嫌疑人都很年轻，他们原本都有幸福的家庭、稳定的工作，正处于人生创业的起步阶段，却急于寻找发财的捷径，走上歪路，不仅辜负了家人，也辜负了自己的青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